今日介紹一個咧好簡單又易做嘅菜式，就係呢個沙爹雞腿啦，拌青瓜。嗱，我呢度有600g 嘅雞腿，就喺雞腿嘅每面咧就開兩刀，呢個咧係方便入味同埋煮熟啦。我有150g 嘅英國青瓜，咁我就切咗咧半 cm 到嘅圓片啦。跟住我哋要開個沙爹汁。用兩湯匙的米酒，兩湯匙的沙爹醬，兩湯匙花生醬，一湯匙蠔油，湯匙的蜜糖，我們攪勻它，就將它放在雞腿上，就要攪勻它了，就醃足它半個小時。將醃好的雞腿放在氣炸籃，將剩餘的醬汁撥一半咧鋪喺面，嗱呢啲留翻一，嗱將嗰個雞腿放入預熱好的氣炸烤箱，我哋就氣炸佢20分鐘。個青瓜咧，我哋就做少少準備，入1/4茶匙嘅黑胡椒粉，1/8茶匙嘅鹽，同埋半茶匙咧呢一個羅勒香草，跟住將佢攣勻啦。氣炸咗20分鐘之後，將佢攞出嚟，啊，好靚啊！跟住咧，將佢反一反轉，將剩餘的醬汁咧撥去另一邊啦，青瓜咧就放埋入個盤度，就將佢擺翻落去氣炸烤箱，開翻著佢，然後較高個温度去425度華氏，即係攝氏嘅220度。氣炸佢10分鐘，我已經聞到好香啦～